抢先带您来关心新闻焦点。李明哲遭中共逮捕，外交部证实美方关注事件发展。受到新台币汇损影响，台积电第二季营收展望相对保守。行政院长林权宣示两年后达成减缓空气污染目标。川普透露川习会谈北韩与叙利亚问题，相信习近平有善意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。